刚看到的是游击手潘宏翔，他的速度很快，手背范围很广，哇，肩方向，哇，直接被投手給，阿牛你也太厉害了，对，拦下来哦，一个 nice play， 在这个半局让对方三上三下没有得分，还是吉利珊瑚1-0领先。